前面这一排大概是6000块的位置哦，啊，后面山顶那边那是800，800的已经坐满了，前面的也坐满了，有没有很纳闷？来，可以旁边说，今天坐在这里是多么恩典的一件事情，可以吗？好，现在我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从你的座位上站立起。今天很冷哈，有没有很冷？有。我觉得我讲很冷这句话好像很没有那个说服力，我穿的短袖。好，在开始之在我们要敬拜之前，我们现在暖身一下。有玩过海带拳吗？有。好，来，海带有哪里？有几种？前面海带呀，海带呢？上海带呀，海带下海带。左边可是为什么我理解到是旁边的有几种？我记得有上海带呀，小海带，然后什么？下潜左右，海带呀，海带，好，我们现在先用海带拳来做我们今天的开始哈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要准备小礼物吗？先加一首，等一下，加一首，不要给看的很丢，不要去丢。原音传唱的 CD 送给你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玩了哈，海带。然后告诉你，因为这个福利实在太好了。一张原音传唱的 CD， 多么恩典的一张 CD， 你得到是很棒，是的。所以你要看紧隔壁的，如果他做错了，但又不坐下来，我们就要用爱心怎样说诚实话，跟他说：哎，你好像有一些动作错误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复习一下动作，预备，来，海带呀，海带，海带呀，海带，海带呀。好，按重点是不能跟我一样哦。好。一样的就要坐下来啊、哦！好，啊，我们不啰嗦，马上就要给他开始，还是要试完一次啊！预备，来，海带呀，海带！哎，我看到的海带很小只呢，请让我看到你的手，我们一起来练习上海带，预备，来，海带呀，海带！姐姐，上海带啦！来啊，预备，来，海带呀，海带，海带呀，海带，海带呀，海带！哎，等。你在怕水吗？怕水吗？那这样哦，动作大一点哦，哈，预备，来，海带呀，海带，海带呀，海带，海带呀，海带。好，现在你就是来，现在你就是养海带，跟你旁边说，你就是一条海带。
哎，预备，备。